全雪娟，韩老师只是换了妆，没有换人。胡彦涛，你经历了什么？不是，还有韩佩全，你咋了？哎，你太好看了，你这样真的。就是正好他剪头发嘛，我把我放了那个3年的假发拿出来戴上了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假发好漂亮啊！是吗？喜欢吗？可以送给你。非常有感，大可不必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舞蹈曲目是《Believer》。这仨二公一个队都是唱跳都很厉害的人，把我放到这个团里面。我经过了这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成长，我多多少少的会被他们感染到。你就是这是一种轻蔑的感觉，那种你是神圣，跟你的双下巴没有关系。吴彦涛他是属于一个生活中玩归玩闹归闹，但为了舞台去做准备的时候他绝对不会来开玩笑。对，他也是在帮我去抠一些动作。撤这只脚打开就好了。五六七走，哒哒哒哒，撤掉，哒，走位走了，对对对对对，你刚刚做的是撤这只脚，哎，这出去，撤这只脚，就在这儿，五六七。戴耀东他做这个舞蹈，其实他也很不容易，因为这首歌《男人》，而且我们这个歌里面有太多的一些大幅度动作了，这些动作就跟民间杂技团似的，就能让人哇天哪啊 ，Oh my god！ 你整死我吧！少东，少东，有事吗？我的内脏。当时也是有一些胆怯了，但是如果你摔了一次，你就要赶紧去试。你要突破这个东西。然后张晓太吃苦了，因为这个舞蹈最吃力的动作。就是他的左脚是一直要踩在张晓的后背上的啊，对吧？他是真的属于默默付出了特别多。我行。其实我真的是一个贼佛的人，我真的不会去展示自己。超哥，其实新瑶哥也很真的非常厉害的。新瑶好看吗？嗯，听老师的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撑腰。但是这次设备发布之后，我真的感觉我的弦都被剪断了。其实我是没想到我能那么高，但我就能想象到我的创始人得花多大的力气能够送到那个位置。所以这次就想把自己所有的实力，所有的自己喜欢的风格完完全全展现出来。因为他中途他那个腰有点受伤了，一直到后面每次踩他的时候，其实能感觉到他的痛是真的。反正我每个人都身上都有伤，周慧宇的一侧肩膀也是一直被踩。当时我就是奔着让自己不舒服才要去选的这首歌，因为当时听到了歌词说可能痛苦让我变得更坚定。恭喜于耕耘守擂成功，获得胜利的队伍是 Lovboy 88。这首歌蛮适合做一个自己情感和情绪的发泄。